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叫《和失眠说再见》，副标题是“让你倒头就睡的秘诀”。现代社会随着人们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各种压力随之而来，遭受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据估计，在美国有超过一亿人存在失眠问题，其中三分之一受到长期失眠问题的困扰。 在中国，据2019年的统计数字显示，超过三亿中国人有睡眠障碍。在成年人中，失眠发生率甚至高达百分之三十八点二。失眠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还会让人随时处于危险当中。比如，美国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一项调查发现，重度失眠的人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和酒后驾车一样高。 许多航空、铁路事故和工业生产事故也都和操作者的失眠问题有关。除此之外，如果长期失眠，还会影响大脑机能，造成不可逆的影响。那么，怎样才能有效解决失眠问题，让你第二天神清气爽呢？今天的这本《和失眠说再见》将告诉你答案。本书作者彼得豪利曾任美国顶尖医学中心。 梅奥医学中心睡眠障碍中心主任是美国睡眠障碍协会的发起者和负责人，也是国际上公认的失眠问题治疗权威。这本书是豪利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它会告诉你如何正视自己的失眠问题，不靠药物，让你远离失眠困扰。下面我将分三个问题为你讲述全书的主要内容：第一，如何正确认识失眠问题。 第二，安眠药真的能解决失眠问题吗？第三，解决失眠问题什么方法最有效？下面我们先来讲本书的第一个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失眠问题？医学界对睡眠和失眠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才开始研究睡眠的机制，到了六十年代。 睡眠障碍，也就是失眠，就已经成为医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本书的作者就是最早的睡眠障碍问题研究者之一。目前，在美国，几乎所有主要的医学机构都设有睡眠障碍中心。其实，大脑控制睡眠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简单来说，大脑中有两个复杂的系统控制睡着和醒来，即兴奋系统和睡眠系统。 每个系统都是由从脑干到前脑的一系列神经元组成的。当兴奋系统处在主导地位时，你就很清醒；当睡眠系统占主导地位时，你就会睡去。还有一种情况是，有时候虽然睡眠系统占了主导地位，你睡着了，但兴奋系统还时常来捣乱，这时你的睡眠质量就会不高。 不同的人睡眠需求也是不同的。有些人每天要睡八九个小时还睡不醒，有些人每天只需要睡三四个小时。是不是失眠和睡眠质量不高？判断标准并不是你一天睡几个小时，而是会不会影响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影响了第二天的精神状态，那你就是出现了睡眠问题。当然，有的人先天性睡眠系统比较脆弱。 就容易失眠或者睡眠质量不高。不过在作者看来，失眠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后天。不管你是无法入睡，还是能入睡却睡眠质量不高、过早醒来，原因都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类：第一，疾病等生理问题，比如慢性腰腿痛、颈肩痛这些现代常见的慢性疾病所引起的慢性疼痛，就可能造成失眠。 再比如，如果你有花粉过敏症、鼻塞、流鼻涕、打喷嚏，也会造成你失眠或者睡眠质量不佳。除此之外，能引发失眠的生理疾病还有很多，很多平时也容易被人们忽视或错认，比如不宁腿综合征，这是一种神经性疾病，在欧美地区的发病率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在亚洲国家也高达百分之零点八到百分之二点二。 患者的四肢，尤其是腿部，会发生周期性的抽动。有些人躺在床上正要入睡，却感到自己的腿里有虫子爬一样，就是想动一动腿或挠一挠腿，如此反复，势必会影响自己的入睡。除此之外，治疗疾病的药物也有可能引起失眠。 比如治疗哮喘的支气管扩张类药物，它会刺激大脑中的兴奋系统，从而引起失眠。一些感冒药中含有的咖啡因成分也可能引起失眠。用来治疗风湿病、败血症、皮肤病等多种疾病的类固醇类药物，它是一种人造激素，也会引起失眠。第二，引发失眠的第二类因素是各种心理疾病。 根据作者的临床经验，虽然大部分失眠症患者不愿意承认自己情绪不佳或存在心理问题，但很多失眠问题的确和心理因素有关。比如，抑郁症会造成失眠。抑郁症患者最常见的表现是过早醒来。同时，抑郁症和失眠之间往往存在一种恶性循环：抑郁症会造成失眠，失眠又会增加抑郁的程度。 和抑郁症引起的失眠相比，焦虑情绪引起的失眠更为常见。焦虑造成的失眠主要表现为难以入睡，可能你也深有体会。如果你第二天有个考试或者面试，压力和紧张导致的焦虑就可能会让你前一天晚上难以入睡。有的人的焦虑情绪是暂时的，在考试或者面试结束后就没有了；有的人的焦虑会长期持续。 比如工作压力、经济压力、情感问题等，长期焦虑的状态就有可能发展成焦虑症。这时，即便是导致焦虑的因素消失了，焦虑症也不会消失，失眠的情况也会持续下去。第三，不良的生活方式也会引发失眠，比如抽烟、喝酒都可能引发失眠。 如果你习惯在下午或者晚上大量喝咖啡、茶、可乐，也会是造成你失眠的重要原因。还有人习惯晚上加完班再大吃一顿。如果你本来消化系统就弱，晚上又吃得太撑，肠胃的不适感就会引起失眠。另外，有些人习惯晚上工作，经常加班到半夜；还有些人就是上夜班，晨昏颠倒，或者频繁的到国外出差。 长期倒时差，由于生物钟被打乱，要想回到正常作息时间会很困难，就会因此失眠。除此之外，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事过分认真、过分严肃、过分追求完美，也是诱发失眠的因素。如果你最新工作，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日常生活中没有业余爱好，该下班了还要主动加班，该休年假了又不休，就很难放松下来。 这会让你大脑中的兴奋系统始终占据主导地位，就很容易失眠。另外，缺乏运动也是导致失眠的重要原因。如果你每周运动少于两次，失眠的概率就会比那些经常运动的人高很多。引发失眠的最后一个原因是不良的睡眠习惯。如果你睡眠的观念和态度有问题，也会引发失眠。什么意思呢？ 很多失眠患者害怕失眠，同时又会给自己这样一些心理暗示，比如每天晚上我需要八个小时的睡眠才能恢复体力；再比如，如果两三个晚上都睡不好，我的精神就会崩溃等等。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就更睡不着了。另外一些失眠患者明明睡不着，还努力躺在床上，认为在床上待得越久，也就休息得更充分。 睡不着还要闭着眼假装自己睡着了，给自己心理安慰，这些都是错误的睡眠习惯。在作者看来，最糟糕的睡眠习惯就是这两类：第一，十分努力的想要睡着；第二，由于曾经失眠，于是对自己的床和卧室产生了抵抗情绪。这些关于睡眠的坏习惯也是造成失眠的重要原因。好。 以上我们讲完了本书的第一个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失眠问题。当人大脑中的睡眠系统相较于兴奋系统处于主导地位时，就会入睡。失眠可能是先天因素导致的，比如先天睡眠系统比较弱；但更多人是后天造成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睡眠习惯都会引起失眠。 那么有了失眠问题该怎么办呢？有人可能说，不严重时就忍忍，严重了就吃安眠药呗。那么吃安眠药能真的解决你的失眠问题吗？我们下面就来讲讲本书的第二个问题。安眠药是对能够帮助人睡觉的一类药物的总称，各种安眠药的成分不尽相同，其中最常见的安眠药是苯二氮类药物，像安定。 利眠宁、劳拉西泮、静安等都属于苯二氮类药物。除了苯二氮类安眠药，安眠药家族还包括咪唑并芘啶类药物、巴比妥酸盐类药物等等。另外，一些抗抑郁药物和镇静剂也可以用于治疗失眠。安眠药确实见效快，吃一片很快让你入睡，但它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第一， 安眠药有可能会影响你第二天的状态，很多安眠药会让你第二天也昏昏沉沉。原因在于，虽然安眠药对失眠起作用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但其残留物在人体滞留的时间要长很多。如果药物代谢的特别慢，第二天你就可能会头昏眼花、混沌不清。第二，服用安眠药会产生副作用。 所有的安眠药都会有副作用，它们可能引起高血压、焦虑、头昏眼花、焦躁不安、反应迟钝、消化系统紊乱、食欲下降、视力模糊、皮疹、尿频等诸多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安眠药的副作用会引起极大的危险，比如有严重打呼噜的人，在睡觉时会因为呼吸道不通畅而出现呼吸暂停，也称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患有这种病，本来就会睡眠时呼吸不畅，发生呼吸暂停，而安眠药会增加呼吸暂停的时间。本书的作者就曾遇到过这样的失眠患者，在吃安眠药后出现了呼吸暂停五分钟的情况。如果长时间呼吸暂停，就会引起供氧不足，导致大脑等器官缺氧性损伤，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 有些安眠药还会引起记忆力下降，甚至健忘症。比如，美国就报告了多例因服用安眠药海尔神引起的健忘症。第三，安眠药服用方法和剂量不正确，可能会丧命。很多人在吃安眠药的同时，可能还会服用其他药物，这就有可能改变药效。 比如安眠药和治疗胃溃疡的药物太胃美，在代谢时靠的都是身体内的同一种酶，如果同时服用，就可能让这两种药物都不能正常代谢，造成风险。更加危险的是，吃了安眠药还喝酒。有些人认为酒也能助眠，就把安眠药和酒一起吃，认为这样效果会更好。殊不知，这种组合可能会要了你的命。 因为酒和安眠药产生叠加效应，使人反应迟钝、昏睡，甚至昏迷不醒，造成休克，甚至呼吸停止而死亡。美国著名影星卓别林、女歌手惠特尼·休斯顿都死于酒后服用安眠药。除此之外，过量服用安眠药也可能导致人死亡。我们熟悉的好莱坞影星玛丽莲·梦露在三十六岁时便香消玉殒，死因。 就是过量服用了安眠药。第四，安眠药还会让你成瘾，产生药物依赖。如果你长时间服用安眠药，就可能产生药瘾，从而离不开药物助眠。本来你可能只是轻度的失眠，入睡困难，并不是睡不着。但如果这时你开始吃安眠药，起初效果会很好，但如果哪天不吃了， 可能根本就睡不着，出现反弹性失眠。这是因为安眠药中确实有让人上瘾的成分。与此同时，人的心理依赖也是安眠药成瘾的重要原因。有很多长期服用安眠药的人，离开安眠药根本无法睡觉。更要命的是，原有的安眠药剂量已经没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因此他们只能不断加大药量。 这也让他们在安眠药的泥潭中越陷越深。有的人可能会说，选择副作用小的安眠药是不是会好一些？比如说阿司匹林，它也有安眠的效果。的确，作为一种广谱药物，阿司匹林确实相对安全，但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副作用。长期或大剂量把阿司匹林当安眠药吃，有可能会造成消化道出血等问题。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失眠问题研究之初，吃安眠药曾被认为是解决失眠的首选方法。但随着对安眠药的深入研究，它的危害性逐渐被人们认识。现在，失眠问题治疗专家们都已经意识到，吃安眠药的弊大于利，只能短期使用，长期使用会让你在失眠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因此，不再建议使用安眠药。 来治疗失眠。以上我们讲完了本书的第二个问题：吃安眠药解决失眠问题的误区。吃安眠药确实能让你马上入睡，但它却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会影响你第二天的状态，会产生很多副作用，使用不当甚至会致命，长期服用还会让你产生药物依赖，无法自拔。那么， 既然作者不推荐吃安眠药，怎么才能让人摆脱失眠困扰呢？下面我们来讲讲本书的第三个问题：解决失眠问题应该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作者首先指出的一点是，不管你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失眠，什么症状的失眠，要想改善睡眠质量，你先要做以下三件事：戒酒、戒烟、控制咖啡因的摄入量。 研究表明，虽然失眠的原因多种多样，如能做到这三点，对大多数失眠者都会有效。在失眠问题研究早期，一些医生曾推荐患者喝一杯葡萄酒或鸡尾酒助眠，但现在医生们已经意识到喝酒对于睡眠的危害。虽然有些人可能喝完酒会很快入睡，但绝大多数人会因为饮酒导致睡眠质量变差，经常醒来。 与此同时，酒精还会让人成瘾，也会危害人的身体健康。有研究证实，母亲在怀孕期间过量饮酒，出生后的婴儿通常睡眠很不正常。除了酒精之外，烟草中的尼古丁以及咖啡因都是神经刺激物，不利于大脑中的睡眠系统发挥主导作用。这里要注意，控制咖啡因的摄入量，不仅仅只少喝咖啡这一种饮料。 含有咖啡因的茶饮、可乐等也要尽量少喝，尤其是在下午和晚间。除了以上这三点通用方法，还要针对不同的失眠原因对症下药。如果你的失眠是疾病引起的，就应该积极治疗，比如先天性的失眠症，就可使用一些抗抑郁的药物，像盐酸阿米替林进行治疗，消除这些疾病因素。 失眠问题就会得到极大的缓解。排除了疾病因素，大部分人的失眠问题都是生活习惯和睡眠习惯引起的。如果你的失眠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好引起的，可以采取以下一些方法：首先，学会控制自己的压力。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人的压力普遍都很大，我们有时候很难消解这样的压力。比如，你已经忙了一天了。 晚上躺下后，还会回想这一天的工作，再去想明天更加繁重的工作，不免肾上腺素分泌增多，心跳过快，肌肉紧张，就会影响睡眠。研究表明，对压力没有控制产生的不安全感是造成失眠的重要原因。作者认为，消除压力虽然很难。 但如果学会将自己的压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可以让它不影响到你的睡眠。那具体应该如何控制压力呢？日间经常自测压力可以帮助你放松。你不妨经常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脖子、下巴、肩膀或背有没有感到紧张？有没有常常咬紧牙关？有没有手和脚不自觉的抖动？ 有没有手脚和腋窝频繁出汗？会不会易怒？对小事有过激反应？等等。如果有这些症状，说明你平时就有不小的压力。其实自测过程本身就能帮你放松、控制压力。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你大都回答有，不妨经常用微笑来放松自己，这样也可以减小压力。 除了日间自测，如果压力影响了你的睡眠，你不妨在晚间给自己留出半小时的减压时间。每天晚上，你可以抽出半个小时来反思这些压力，在小卡片上写下你目前的一些压力，并尽量多的写出各种解决方法。这会暗示你，虽然压力依旧存在，但都是可控的，是可以解决的。第二，适当调整自己的饮食。 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了，有些饮食和饮食习惯能引起失眠，比如饮酒、喝咖啡、睡前吃得太饱等等，应该避免。相对应的，有些饮食和饮食习惯是可以帮助你入睡的，比如体内缺乏维生素和矿物质可能会引起失眠，像维生素 B、钙、镁、锌、铜和铁都会对睡眠有影响。 其中，维生素 B 对身体内色氨酸的吸收具有调节作用。这个色氨酸能够帮助你睡眠，所以如果维生素 B 缺乏，你就有可能会失眠。维生素 B 家族非常庞大，比如我们熟悉的叶酸也属于维生素 B。叶酸不仅能够帮助预防胎儿畸形，还有助眠的功效。身体中的钙、镁等离子可以让神经系统镇静，因此缺少它们。 也可能引起失眠。那么，怎么补充这些物质呢？除了适当吃一些营养补剂，作者更推荐的是在日常的饮食中补充。平时要保持摄入食物的多样性，尤其是新鲜的蔬菜、水果、肉类要多吃，要避免长期吃深度加工的方便食品。除此之外，调节进食时间也可以改善你的失眠状况。晚餐不要吃得太多。 避免消化系统不堪重负，影响睡眠。但少吃点也不意味着随便吃，甚至不吃。作者认为，晚餐要保证有足够的蛋白质的摄入，鱼肉、鸡肉等动物蛋白，以及花生酱、豆类等植物蛋白都行。也有一些专家推荐，在睡前两小时可以少吃一些含全麦碳水化合物的小零食，比如全麦饼干等，也可以帮助你睡眠。 第三，适量运动有助于你改善失眠的症状。许多医生喜欢讲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个人得了抑郁症，工作很失败，睡眠也出现了大问题，所以他决定疯狂跑步，每天跑到筋疲力尽，希望最终把自己跑死。他连续跑了六周，结果不但没把自己跑死，反而感觉特别好，抑郁症也得到了缓解，睡眠也不再有问题。 适量运动有助于我们入睡，它不但能改善抑郁等影响睡眠的因素，还能调节身体的机能。一般情况下，人睡觉时体温会下降一度，体温下降的越多，睡得越香。运动时体温上升，当你运动完一段时间后，体温则会下降，这样就更容易入睡。 如果你长期坚持运动，身体的温度调节能力就会增强，晚上体温可以自然下降，从而让你更好的睡觉。第四，如果你是生物钟被打乱引起的失眠，不妨尝试一下光照疗法。科学家们研究发现，光照变化是影响人体生物钟的因素之一。如果你长期在室内等暗处工作， 或者夜晚工作，生物钟就会被打乱，导致失眠。这时，你可以在日间做好防晒措施的情况下，到户外阳光下去待一小时。这一小时，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比如散步、看书、吃东西。这样坚持三周，就可能会改善你的睡眠。有些人失眠是因为生活习惯不好，有些则是因为睡眠习惯不好。 对于睡眠习惯不好引起的失眠，作者也给出了相应的建议。首先，放弃错误的睡眠观念，你才能有更好的睡眠。有些人作息很有规律，每天都是十一点准时入睡，但一旦某天十一点躺在床上睡不着了，他可能就会焦虑，担心自己第二天因为睡不好而影响工作，越是担心，反而越睡不着。 其实睡觉和吃饭一样，一顿没吃好并不会影响健康，一晚上睡不着也不会影响你的健康。即便是你有一两个星期熬夜，睡眠时间减少，只要之后一段时间补觉，也能很快恢复正常。所以大可不必过分担忧。反倒是你对自己失眠问题的忧虑，如果长期存在，每晚都想着这个事情，很可能会让失眠加重。 如果你哪天睡不着，也没有必要一定待在床上，这也是一种错误观念，是纯粹在浪费时间。离开床去干些别的事情，等困了再上床睡觉，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第二，仔细检查下你睡觉的房间，去除一些可能让你失眠的因素。比如说，著名作家普鲁斯特难以忍受噪音，睡觉时要把门窗的缝隙塞起来。 如果出门旅行，他会把左右房间都租下来，保证他自己不受噪音影响。宋美龄访美时，连入住白宫都会带着自己的床单，原因是不习惯使用来历不明的寝具。不光是普鲁斯特和宋美龄，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些睡觉的小怪癖，比如床单干净吗？被子或毯子是不是太轻、太重、太热，或面料舒不舒服？ 卧室的温度是否太低或太高，这些都会影响你的睡眠。不要嫌麻烦，仔细检查你的卧室和就寝环境，去掉这些影响因素，就可能改善你的失眠状况。还有一些人睡不好是他们感觉不安全。如果你一个人住，担心安全问题，就应该配一把更安全的门锁以及防盗的自动警铃，这样你才会睡得踏实。 如果是夫妻同床睡，两个人作息时间不同，或者一个人经常翻身或打呼噜，也会互相干扰，导致失眠。对于作息习惯，两个人应进行充分沟通，尽量保持一致。如果因为互相干扰失眠，又不想分房睡，不妨换个特大号的床，用两个分开的床垫，尽量避免互相干扰。 第三，可以尝试进行就寝时间放松术。很多人睡觉前因为害怕失眠，或者因为其他压力感到紧张，那么你不妨尝试下就寝时间放松术。这是一系列睡觉前你可以尝试的帮助睡眠的方法，具体包括腹式呼吸法、肌肉放松法、冥想法等等。腹式呼吸法是最简单的放松方法，简单来说。 腹式呼吸就是用肚子呼吸，躺下放松你的身体，吸气时鼓肚子，而不是让胸部隆起。在睡觉前进行腹式呼吸，会让你有效放松。不过，要想对助眠有用，需要每天练习二十分钟，坚持至少两个星期。肌肉放松法也是教你进行放松，做一些运动量不大的瑜伽动作，可以有效帮助你放松。 比如进行头部按摩，缓慢地转动你的头部，做全身的伸展运动，尤其是腰背的伸展运动，都能帮你放松肌肉，有助于睡眠。不仅一些身体的运动可以帮你放松，适当的动脑也可以帮你放松。作者推荐的是冥想法，比如平躺在床上，四肢张开，让各个关节都松弛下来。 想象自己是一块非常柔软的海绵，漂浮在云端，或者在一个舒服的田野上，这都可以让你放松。再比如，闭上眼，慢慢从一百数到一，一边数一边在头脑中依次写出它们，每个数字都要写得漂亮，这样也能帮你放松下来。对于睡眠习惯不好引起的失眠问题。 本书作者还推荐了一个系统的治疗方法——不亲疗法。这个方法是由美国芝加哥西北大学教授理查德·布钦发明的，它可以简单有效改善你的失眠症状。具体的方法是这样的：第一，当你非常困的时候再上床睡觉；第二，在床上只睡觉，不做别的事情，比如不要玩手机、吃东西、看电视、看书等等。 第三，如果你睡不着，那就到另一个房间做别的事情，到非常困的时候再回来上床睡觉。如果你还是睡不着，就重复这个步骤，再次到另一个房间做别的事情，直到能够睡着为止。第四，调好闹钟，不管多晚睡，都要在固定的时间起床。第五，白天不要小睡。以上五点就是不亲疗法的主要内容。 非常简单，实践证明，只要坚持一段时间，大多数人的失眠症状都会得到改善，从睡不着逐渐变为睡得香。好，以上我们讲完了本书的第三个问题，解决失眠问题可以采取的有效方法。我们来总结一下：如果你是疾病引起的失眠，应该尽快就医，找到引起失眠的疾病，并及时治疗。 如果你是生活习惯不好引起的失眠，就应该学会控制自己的压力，调节饮食，适量运动。如果是生物钟被打乱，还可以尝试光照疗法等。如果你是睡眠习惯不好引起的失眠，首先要改掉错误的睡眠观念，检查你的睡眠环境，并用就寝时间放松术来让自己放松下来。必要时还可以尝试不亲疗法。 一般来说，使用布亲疗法两个星期就能看到明显的治疗效果。有三十多项实验结果都表明，布亲疗法比其他一些治疗失眠疗法都明显更有效。到这里，本书的主要内容就为你讲完了。医学上常把失眠问题称为失眠症，之所以说它是症，是说它其实是一种症状，就像你心跳加速、呼吸急促一样，都是生理症状。 要解决这样的症状，关键不是吃安眠药，而是要找到出现这些症状背后的原因。一旦你准确找到并解决了这些引起失眠的因素，失眠的症状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好，和失眠说再见，就为你解读到这里。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我们下期见。